好，来，同学注意看啊，这一题太难了啦。好，来，你都觉得老师每次看到这个题目都说太难，因为这个是模拟考，如果老师那个出题老师出的太简单哦，可能会被骂。说老师，你出这个怎么这么简单？啊，好，来，所以它有一定难度啦。我看了都想了一下子了，还何况你？说实在，这个叫全国的老师来考，我看有一半的人还这么想，想半天。啊，来，一样，我们来看一下，教你画等角图，对不对？啊，还有屋子斜面 A 的辅助视图，哈、啊、，A 这一块的辅助视图，啊，利用，来啊，它这里面有一些专有名词，哈、啊，说实在，他在耍专业了，啊，好、啊、来，第三角法画的这个，房屋模型，哈、啊。十米里，啊，两侧窗户立于，于侧立面 PP 投影面，啊，因为投影面有分成三种，这个理论哈、哦，老师不想讲了，它投影面就是有分三个啦。为什么我们有三个投影面？你知道，为什么我们叫三视图？因为它有三个投影面。有一个水平投影面、垂直投影面，还有一个侧投影面，所以它展开之后有三个。为什么要画上视图、正视图、右侧视图？是根据这个来的啦。啊，就算你不知道，好，来你看哦，投影面每面长，哎，不对，对不起啊，每边长20mm的正五边形，好，绘制。好，它这也很奇怪啊，绘制包含前视、俯视、左侧视图之等角立体图。它这个意思哈、哦，我在猜啦，应该没有人这样子出啦。它的意思就是可能是这样子。好，我的图哈、哦，你看啊，我一个东西长这样子跟长这样子，是不是都同一个？对不对？你可以看我画这个也对，画这个也对吧？说实在，这个对称的，你规范要看哪一边？说实在，没有意义啦，因为它是对称的啊，你又不是不对称的。它的意思就是你要看到哪一边，你画的要一还是二？二嘛，因为你前视图在这边啊，你看到的是左侧视图啊。它其实是这样子，说实在你话，我不知道啦。所以他这里说要看他左侧视图，啊，实际上应该两个都可以啦，因为说实在你都是同一个物体嘛。啊，他应该会扣分了，他已经有列出来了。好，再来画出他的辅助视图 A。好，再来，我跟你讲啊，联考绝对不可能出像他这样子。把题目印在答案卷上，我已经跟你讲过了，我已经反映过很多次，应该印在答案卷上，你这样子画才好画嘛。可是他说过，因为他说答案卷是委外印制的，所以他不能把题目印在这上面，知道意思吗？这个是叫外面的印刷厂印的，如果印刷厂好看到了哦，就大概知道了，知道吗？所以不可能出现这种题目啦，知道吗？好，再来，其他的我就不看了啊。啊，圆弧哈，近视那个画法画出来，它就是用圆规去画啦，你知道吗？圆规可以画椭圆嘛，对不对？啊，可是这个。这个的大小，我们可以直接用椭圆板去画嘛？好，来这一题哈，来，其实如果你用三去法，很快就画出来了。来，第一个哈，来，我们看一下，我们先从左侧视图开始啦。它大概是像这样子嘛，一个房屋嘛，
是不是？对不对？然后左侧视图在这里嘛。好，来哦，它有几个地方比较难的哦。好，你注意看，我大概画一下啦哈。它是像这样子，是不是？啊，好，再来啊，同学，记住，联考你只是大概先把它画出来，不会画的你就放弃了，你不要一直卡在那里，你只有40分钟嘛。像这个五角形，你就不会就算了，你就放弃了，不是啊，就放掉那一个部分，就算被扣10分啦，对不对？可是你省了20分钟在那边想那个东西，你干脆给它扣了，知道吗？好，再来啊。前视图它是删掉这些，它是删掉一个斜的，对不对？如果你注意看哦，我现在这样子，这里是删掉这样子，是不是？对不对？这里是删掉这样子，对不对？所以你综合来讲，这里被删掉了嘛，所以它这里是应该长成这样子。啊，这边是一样删掉这里，所以这样子过来，所以这个斜坡是变成这样子，是不是？所以这个斜坡也是变成这样子啊，对不对？再来，这里就没什么，只是这里同学都忘记，这里要画进去，啊，这里这个物体到这边来嘛。对不对？所以它要到进去嘛，这里再画过来，这里是垂直的嘛，对不对？它大概像这样子嘛，啊，这里一个门，是不是？对不对？所以它大概是像这样子嘛，啊，这里两个单位，所以这里一定看得到啊，所以这里要特别注意一个单位，我画的比例不大对哈，这里六，这里三，这里高是三，这里高是四嘛，这个是四嘛，对不对？好，这里宽度是一二一，所以这里三哈，这总共是九嘛。是吗？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九十，哎，十呢？哦，那四啦，对，四三三嘛，所以，啊，这个高度是也是四嘛，对不对？好，所以我先大概先画这里啊，啊，所以不会的你就算了，知道吗？好，一样，开始来画。所以我从，比如我从这里开始画好了啦，好，好，剪图放在旁边哈，嗯，这里是四嘛哈，啊，没有在加，这里是四嘛，好。我先把它骨架先画出来，啊，这里是六，这个要一些辅助线哦，你才有办法很快速的画出来哦。好，我先这样子。好，这里是三嘛，这里好，再回来。
好，这里是三。哦，这里是二。这个高是多少？2.5，对不对？对。所以这像这个点五的，我觉得它没有画出那个等角线，其实都会有问题的。因为为什么是0.5？为什么不是那个0.4？对不对？哦。你知道意思吧？对啊，这里是6，对不对？我没有数错吧？好，这里。好，这里要特别注意哦。这里斜进来，对不对？它到底到哪里？好，再来啊，这里先等一下啊，这边要平行这边嘛。对不对？这边是要平行这边，对不对？好，这里要到底要到哪里？这里要到哪里？对，你这里要画一条中心线到这边，你才有办法知道它到底在哪里。啊，两个线要碰在一起，所以这里10，5啦，这边也要5，这样子。有没有到这里碰在一起？碰在一起的线才是它的，知道意思吗？这一条线要跟这一条线碰在一起，你才知道斜到哪里去啊！没有你怎么知道斜到哪里去？知道吗？所以这太难了啦，啊！什么？平常我没教，因为这太难了。不是，我不想教你们。等一下。他这里要抓很多空间上的线，所以难是难在这边。我先把它画出来哈，好来啊，好了对不对？好，这个是斜这边，对不对？这里是斜这边，是不是？啊，所以这个难就是难在这边，它都是要空间去抓，所以这边是这样子嘛，啊，这里等一下。我接到错了，要接到这边嘛，对不对？这里要接到这边，跟这条线是一样的啊，对不对？所以我这里少画到这一条线呢、啊，所以它要接到这里啊，跟这一条线碰在一起，有没有？所以这里要画到这里啊，知道意思吗？知道意思吗？有没有知道意思吗？这边切嘛，这边是这样子切过去，
所以这个面只剩这里啊，现在要切掉这个斜的啊，要切掉这边斜的啊，有没有切掉这一个斜的啊？切掉这一个斜的啊，所以它要接到这里啊，知道吗？好，所以这边也一样。 所以这个一样啊，接这样子，有没有接这样子嘛？啊，这个要接到这边嘛，是不是？这个是这里，啊，这里是这里，好，基本上的形已经出来了，对不对？ 能画到这里的人已经不错了啦。 真的啦，能画到这里的人已经不错了啦。好，20。好，这一个。啊，这三条线放在一起画。好，依照我们上一次教的，把三角板移到，放在这一边嘛。7对7。啊？ 没有7对7啊，看不到吗？好，没关系，我先试试看。哦，看不到，嘿，所以它这里刚好看不到，都要试试看啦，你知道吗？哦，这样子接下来，对不对？这边1公分进去。 啊，好，上去，这条线没有，知道吗？橡皮擦几万？进来，橡皮擦几万？我的计时的呢？好了，对不对？好了、哦，五角形怎么画？ 哎，如果他因为这个老师给的是1比1，这个老师给的是1比1哦，所以啊，来，我先介绍一下，如果我要画一个等角，再画一个五角形，好，我要画一个哦，这个五角形是斜成这样子哦，它是一个五角形的那个好了，这样子，它要怎么画？ 记住，你要画这些，你斜线没有办法画嘛？你要画它的垂直线跟什么水平线，你就是要这样子。来啊，这样子，来，你注意看哦，我在这里画一个五角形的哦，你就是要这样子。圆规拿着，来啊，注意看哦。 一样，我这里画的这一条线是这一条线，知道吗？我现在在画一条线，这一条线是这一条线，所以这个时候你要去量，你要去量这里。 到这里，好，你要量这里啊，好，量这里，好，把它量过来，现在就找到这个 A 点 ，A B C D E F， 我现在就找到 A 点，再来，找到 F 点，只找到 F 点，对不对？ 我错了，我画太快了 ，sorry， 不对，sorry， 这里是 A 点，对不对？这一条线是这样子垂直的，没有错。可是这一条线在等角图里面是长成这样子了，在等角图里面是长成这样子，对不对？啊，所以你这里来啊，我找到 F，
跟找到 B， 这里找到 F 啦，这里找到 B， 好，这里找到 A， 这里找到 A 哦 ，A 过来，好，找到 A 了，这里找到，要找到 D， 要找到 D， 啊，找到 D。找到 D 了、哦，找到 D 了之后，来，要把这一条线画上去，啊，画上去之后，再来找什么 ？C 跟 E， 我找到 C， 我找到 E，C 跟 E， 哎 ，C 跟 E。好，我现在才把它连起来，这个才是五角形的在等角图上面的样子哦。这一题不是这样子而已哦，这一题是艰难的啦。好了之后，来一样，来啊、哦，我比如它的长度是这样子，长度是这样子哦。好了之后呢？我不管了、啊，先画它的等角，它的平行线呢、啊，啊，它的平行线，啊，它的平行线，所以这里就是五角形在等角图的样子，知道吗？所以啊呢，来哦，这一题是最难的哦，都来哦，你可以看哦，你是可以在这里画五角形，画五角形又要跟它对。对，又要跟它的斜线对，是很难。所以你要这样子，你要画这里，这里到这里是这一条线，这里到这里是这一条线，你知道意思吗？所以你只要爱画安尼，这画出来的学生真正有够厉害啊！这里要。画一条这样子，这一条线，这一条线现在就是这一条线哦，你知道吗？啊，这里距离，所以这条线是这一条线，对不对？是不是？现在这条线是不是这条线？这条线呢？没有，我跟你讲，它有对到，它这里有对到。你不能对底下哦，底下它没对到哦。我当初是画底下，我就奇怪画出来不对，要对上面。这一题难就难在这边了，乱七八糟。所以这里要量这边，所以你要量这边哦。量这边了之后，来注意看哦，你要量这边。你真正画出来，我改摆啊。围出来啊、哦！出来啊、哦！都围这条线，起码这条线就是这条线，都给围起来，围到这，这，这，你知道吗？好啊、哦，都来啊、哦！都按牛这段，都按牛这段。这真正画出来，学生敢有？我画这段，我画过来。所以放过自己吧，对不对？都来画，都来牛家。都来画家。好啊，对吧？好啊，五角形中的大叠加围出来啊，好啊，对吧？到这，到这，到这，对，现在要往里面画哦，
又要往里面画哦。就要往里面画哦，对不对？对不对？哦，就要往里面画，又要去跟那个什么交界哦。你说你怎么知道往里面画要画多少？什么的一公分？对呀、啊，它这里是一公分啊，这里是一公分没有错啊。这边从这里到这里是一公分呢、啊，啊，我怎么知道这里到这里几公分？对不对？好加载，伊有何里一个？一个是一比一嘛？你都要你家？你都要你家？那你过来。对吧？都要你哦。哎，我刚才伊予你一个一比一的，如果无予你一个一比一的哈，我看全世界无人画出来啦。这个都去你家，都去你家，都画家。没看到。都来你家，你过来家，好不好？哦，这看袂到，所以来看你看，真正画出来，真正各位广大的观这些高中生哈，如果你有画出来，请打电话给我，我要给你鼓励。哇，哇，伊这样变难呢？好，这样子再画出来哦。转世凯刚好能画出来，我还想一阵子呢。好，辅助视图就很简单了，记住这一个面是等于这里，这一条线是这一条线，对不对？这里有个转折是这里，对不对？这里是这里嘛，所以就是把它画垂直线出去。这袂好画吼，真正。阿丽嘛，你这段，对吧？你过来。进来，我咧录影诶。好，我贴在一起就好了啦。好的，好了，算了，不要贴在一起了。为什么不能贴在一起？因为它这里有视图啊。啊，好，我从这里开始画。啊，再来这一段，啊，这一段跟这一段一样了。好，量这里。这个十分讲实在，姐，对啊。好嘞。安尼尔。不用啊，辅助视图怎么样画斜线？就这样子啊。好嘞。就安尼尔。要擦掉那条线吗？啊。这个当然要比较重的线啊，那个左边那条线，这里啊、哦，这要擦掉吗？当然要擦，不是啦，不用擦，可是要稍微淡一点点啦，你完成线跟过程线要分开啊。啊？他有，当然不要写 A 啊。这里啊、哦、，RP 啊、哦。不用啦，他没有画就不用啦，知道吗？那那一条中间那条线擦掉的话也行吗？
这一条线啊，可以的。好，来，同学，我先把它停一下。